4月9日晚，朱丹通过社交平台晒老公周一围和女儿的温馨画面，并配文称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，带女儿奔波也会怕她辛苦，可是每每看到这样的画面就知道值得，我可以休息会儿了。照片中父女俩坐在沙发上，周一围拿着绘本将女儿抱在怀里给女儿读睡前故事，小小丹认真地听着，眼睛虽然被贴纸挡住，但肉嘟嘟的脸蛋更显可爱。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非常温馨，爸爸的小棉袄就爱黏着爸爸，姐确定不会吃醋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